就这样完了是吗？我也不是不喜欢你，就是达不到做你女朋友的标准是吧？这样的男人我也得找到才行。那我真的是很丑。你是不是跟韩国老板上床了呀？太不靠谱了，先去整容勾引我，你当我是什么猎物？是谁教我们去分美丑的？现在却来怪我们了。到底整容是给了你信心，还是会令自己更没自信？如果我没整容，你会喜欢我吗？这人怎么能比照片漂亮这么多呢？